那这个是什么牌子？这个，咖啡。这个表很贵哎，R N哎。是爱马仕的杯子。哦，这个是爱马仕的杯子，你看多低调。我努力半年都买不起这个茶壶。林嘉欣，有吧？你搞什么？搞什么？今天来到我们的约会系列啦。那今天呢，要来突袭的对象呢，是我认识的一个姐姐。什么姐姐？妹妹。今天这位妹妹呢，她非常的厉害。据我所知，有外表，有身材，而且重点是什么？她投资很多的事业。那今天就是要来突袭他们家。那现在呢，我要先打电话给她的助理，她助理也蛮漂亮的。那你打好了，不然我打好了，给我打，不然你打，我打，你电话给我。喂，你好。喂，阿提，我是艾里。那个，你可以帮我开门吗？好，拜拜。我们去过那么多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我看过最普通的地方。你看，就这样而已。你看，就长这样一个门。重点是，万一停电怎么办？没有小门可以出来。你不要骗我，有啊。你打开看一下。林嘉欣，有啊。我们不是要约会，他就说跟我约在这里啊，今天啊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约会的对象。你看他刺青刺成这样，他就是兄弟，没有，不是开玩笑，不是啊，你看，哎，不还是啊？花香飞，他叫花香飞，因为我对他的认识就是你是做贸易嘛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你还有投资很多事业啊，有房子啊。哦，你有哦，他有投资房子，然后还有车子，还有精品。那。我想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，你什么罩杯 ？A B C D E 吧。跟你们讲，他是真奶，对不对？假的。假的吗？假的。哎，你看。我跟你说，女生就是要爱漂亮一点，该做就做。好，那我现在可以看你房间之类的吗？好。好。这个是我的蟾蜍祖师爷，然后他叫进财。欸，我以前超没钱的，他进来之后我赚了很多钱。那我要怎么可以得到他？好远啊。那你要带我去啊！我带你去啊，下次啊。好，先不能去。你这些东西有很贵的吗？还是你单纯酒只是喜欢喝？没有，我酒就是出去外面的时候刚好。那为什么要放在这里？而且不用冰。不知道，它就红酒而已。哦，所以你对酒没有什么特别的收藏？没有哎。这里贵有没有？讲出来，我觉得，哦，天哪，怎么那么贵的东西？贵的东西哦，应该就是这几个茶壶啊，这是爱马仕的杯子。哦，这个是爱马仕的杯子，你看多低调。对，就是放在里面啦。有时候如果要喝茶、喝咖啡，就可以放里面啦。这，哎，这个日本的技师，他们是一个兄弟，然后他们当初买这个茶壶的时候，哈，三十几万，他们现在一个，对，一个二三十。对。好，我努力半年都买不起这个茶壶。没有什么贵的鞋子，我们看一下就好。我有特定喜欢的品牌，比如说香奈儿的鞋子，香奈儿的鞋子 ，LV 的鞋子 ，Hermes 的鞋子。爱马仕就很少，爱马仕的衣服我也会觉得还好，然后包包我就觉得可以。你的没什么贵，就大概三四万块啊。OK， 谁他妈家里有电梯？你告诉我。很多好吗？我家就没有啊，我家电梯都是公共的。你自己的？四楼，四层楼。电梯要加多少？我只知道我们的外面的石头是花莲的花岗石，剩下的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可以进去。好。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我们只能控制这。你这个，等一下，你这个，它这个锁是密码的，你按下去。对，我非常喜欢隐秘这件事情。我也很喜欢隐秘。这个就是你的闺房，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闺房的基本的东西。这个就是包包的部分。哎，你包包有没有特别喜欢什么牌子？我很喜欢香奈儿，因为我目前看下来，香奈儿你好像是最多的，然后还有 Hermes。Hermes 算少，因为有时候某一些颜色什么看起来会有点成熟，所以我就比较喜欢香奈儿。这个就没有。我看一下啦。没有啦。那我先问你，你有没有什么？棒状或是蛋状的东西没有。如果被我翻到嘞，那个不能翻。等一下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厕所。一个朋友他们家做浴缸的，然后这个浴缸很贵。
贵，那时候走到你家里很贵，为什么？这个浴缸买多少钱？一个浴缸可能大概给你20几万，可是这个的话我忘记了。那时候就觉得装潢好看啊。我们真的不懂。那你对表有喜好吗？有。你都收藏什么表？我就只有四只比较喜欢的表，我就把它放在我的 LV 的箱子。这个就是你放表的地方。对。你有收藏木箱的习惯吗？没有，我只买了一个，这也是我在意大利的时候买回来的。所以你的精品大部分是在国外买的？对，我会半年在台湾，半年在国外，我会一直飞来飞去，想飞就飞这样。那你可以带我飞吗？好。真的、你收到。来，小当家哦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是同一个系列的吗？黑白熊猫。哦，所以你刚才会讲黑白熊猫？对，因为我喜欢他们啦、这是迪托纳的系列。Daytona 的话，现在在外面的价格也超很高。我当初买他们的，这是不是100多？现在外面的价格一只190，我当初是两只一起买，我两只买137，所以价格上我是赚到了。你的表状态很好哎，可以拿哦。可以。所以这一只大概100多，目前。如果以目前的行情价，大概100多。那这个是什么牌子？这个，咖啡。这个你看不出来啊。这个表很贵哎，RN 哎，所以 RN 有出女表、有吗？我这个比较便宜，我这500。好了，这个房间我们都看完了，差不多了，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什么东西。那我现在要带你去吃饭。我有请私厨在家里，我不喜欢出去吃饭。你认真？真的啊，这个私厨很厉害，他是日本料理店的老板，我把他特别请来的。所以你平常吃饭真的会请私厨到你家里煮给你吃？会啊。他这个真的绝了，他这个操作绝了。不是，我是说的是上一个客人。好，我们吃饭，我们吃饭，好吧。上一个。好，吃饭。那个老板来，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必姓彭。你本身是日本料理店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先生日本料理。那我问一下一个问题，是，我只给你两道菜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没有啊，我平常就吃很少啊。他什么东西都不吃？什么意思？他蛮挑的。他会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，会记下来。对，是。好，谢老板，谢谢。谢谢。OK。所以你的早餐也会吃一般的早餐，不会特别奢华。我很喜欢吃早餐店的早餐，可以吃吃看。那你要喂我吃啊，可以吗？你要吃蛋饼吗？我不要吃蛋饼，那谁他妈来这边吃蛋饼？我都要吃私厨了。看你舌头也太长了吧？你真的有发现吗？有，跟他在一起的女生会很幸福。真的是蛮好吃的，而且不会，就是这个海胆不会恶心。我再吃一个，你看我的舌头。好，来拉进去。可以耶，他煮东西是真的很厉害。我下次带你去他的店里吃。鱼老板 ，Mr. Fish。的店，你们之前你的频道有去拍过，对，是不是？他的东西真的很好吃，他那边有一道那个明太子乌龙面，下次可以去吃吃看。那跟你聊完了，我觉得等一下去哪里？我觉得我们两个等一下去运动一下。这个地方是你平常会运动的地方。对。那这个地方我比较好奇，它怎么会员怎么办？会员？对啊。为什么会员？为什么不用？这是我自己的。你自己盖的？对啊，就是用一个篮球场、羽球场，方便员工晚上休息的时候可以打球。好了，走啦。好，现在进来了吗？对。好。走。大家不要误会，这是那个。白痴哦，走，你要打球哎！打球，来，我问你，一个男人腰重不重要？重要啊。对嘛？所以你刚刚真的都在锻炼，真的，我很用心的。
而且你还听到啪啪声吗？会有啪啪啪。沙丘，我们两个要打羽球。对。那如果是比赛的话，是不是要有惩罚？好不好？好吧。有没有狐狸尾巴？那你先讲，我如果我输了，我要干嘛？对，你让我的外物打。我要被你打。没关系。有没有故意就先输了？我跟你讲，然后如果是我赢的话呢，你就知道了。我们的惩罚是没有对外的，在房间里面的 close door 的那种。真给我闹，快点啊！ Okay, 我的惩罚是什么？ Okay, 就这样。那我们游戏规则是什么？打一场吗？一场定输赢吗？好。那几分？十、okay、一分。好啊。OK， 我们开始了。愿赌服输。对，那要接受惩罚。对，这就是惩罚。来，爸，我准备了几个人要打你。那他们是平常跟在你旁边的人吗？对。有在锻炼吗？有。认真。我们等下打真的，好不好？然后你扛住，你扛住，好，好不好？你会两句话来。你会两句话来。好。OK， 轻的，轻的。OK， 你，哎、欸，你换两句我看一下。好，你换两句我看一下。姐，这不是餐厅老板吗？人家可以兼差嘛，奇怪哎、欸。上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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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身为一个勤业。敬业又乐业的 YouTuber， 你们还是要订阅一下华翔飞，华翔飞，还要追踪他的 IG， 好不好？打。打真的要很难走，真的。再打，打多一点，再打，再来。好可怜哦。